小姐，你要消毒一下无？你是啥？你是安怎要把我关伫咧遮？你免烦恼，你无伫个这段时间，乖乖踮伫咧遮，免想要逃走。你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你袂记得我，只要你卖闭鬼，我绝对袂。怪怪的，啥物怪怪？吹滚蛋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你想要欺负志成？我的小弟在干嘛来的？何怕他大姨？怎么在跟他欺负？我这是带了全天圣教哎！好嘛啦！小姐，你不消毒一下无？啊，好啊，谢谢。王天赐已经把范围细给被抓我，你赶紧想办法，何你们都叫我，大伯，伊若是跟我变个轻笑，他没死，真欢喜呀！别用英雄要变法，救我！全，你别过来啊！你都过来，我就先领去对哦。阿红啊，你有心啊是不？啊，我好陪着爸爸喊呢。这囡仔的爸爸是谁？当然嘛是少强的。然后呢，我跟叶少强恭喜一下。既然朝奉有心，我看都让伊好好静养啊。我绝对袂让你家囡仔提掉的。这个囡仔是控制你上好的武器。阿红，囡仔那一点嘛拢无欢喜啊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你跟我先说明详细。我就不理算啊，要不你上我的米就好哦。若是让我找到，你就看不到你妈妈哦。你是谁？谁要准备把我找来吃？你免烦恼，你无在的这段时间，我有好好啊替你跟你好心联络感情。你，只要你卖闭嘴，我绝对袂为难你。